九月二十一号，辽宁盘锦的兴隆台区一村民为征地补偿与当地的执法人员发生了争执，后又与民警发生冲突，民警开枪，一村民当场死亡。当地调查组呢对此事调查之后说，民警开枪是因为村民暴力妨碍了民警的执行公务，开枪民警的枪支使用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半岛都市报今天就此事发表评论认为。 警察在执行公务遭遇危险的时候可以开枪，但面对的可得是歹徒是敌人，而不是捍卫自己权利手无寸铁的农民吧。同时，此事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强征之前就应该进行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要是有防范突发事件的预案。而当地政府呢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显然是过于简单，缺失应急能力了。